试看卖，我好你敢知？敢好你敢知？王俊杰这位创作歌家真有才华，下来这首《仙女下凡》，咱隆重迎接今天的拾荒者，今天来 Q 本手 Q 来到咱电台的这位仙女，欢迎林逸婷小姐，林老师好。我妈来讲，妈来讲，大米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呀，嘛是第一也要两句啦吼，就是刚刚这两句，嘿，就两，就这两句。我阿母，我在家。妈，我上电台了，这样是不是？哎，今天也当邀请逸婷老师哦，咱绰号的直接称呼伊，神路的对啊，这是那个市面上大家拢一向会用安尼称呼你是不？敢那荒野荒野娘啦，敢那荒野娘，哦，拢直接称呼神路，是啊，那这是被迫的，或者是讲，有什么来由不？因为当不了美女，就当仙女就好了，是这个逻辑是吧？嗯，是安尼。荒野保护协会哦，真出名呢。你弄个好一个自然名，嘿呀、啊，是螃蟹啥？螃蟹啦，山羊啦，啊，这个连植物买晒的嘛哈、嗯。我妈妈听过一个叫孑孓的，哇、哦，哎对。啊，不过仙女不是自然名呢，对啊、你少在那边糊弄我。对啊，所以我本来不叫仙女哦，所以你的自然名是下面干当公布。我应该大家都忘光光，是太阳哦， oh. 小颗的太阳，小太阳。好，嘛是家己欢喜家己好啦。哎呀哎呀，太阳也是有故事的啦。啊，怎么说？因为我早期在做环境议题，其实比较悲情，比较激烈一点。Oh. 我处理的是苏花糕，嗯哼，然后就常常要去抗议啊。嗯、后来也是做八青，就加入八青啦，也不是做，但那时候就觉得说。哦，很常这样，地噶人玩 gay 哦，好像北风，嗯哼，呼呼呼，可是就效果不大。后来换了一个群组，就是推广讲师，嗯，开始试用跟群众沟通，去讲故事，去讲台湾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发现说、嗯、自己好像慢慢变得像太阳，比较温柔，然后影响的人反而比以前做北风的时候更好。嗯，对啊，嗯，所以才会有小太阳自己自诩是小太阳，对呀、啊，还不能大太阳哎、欸，不对，哎呀，大太阳好讨厌、啊，对呀、啊，你看这几天这种这个夏天，所以我们知道了，虽然说小太阳跟仙女之间的连结又好像是没有，好很可爱啊，那。无论如何，我们认识仙女之前呢，先从仙女做的事情可以简单讲。您是一位专职的英语教学跟翻译老师，是啊， 而且你也是交通部苏花改环境保护监督小组第三四届的监委。对，三四届的监委，最近刚开完会啊、哦。对你也是在、很重要的这段时期参与了哦。嗯、还有就是。拥有自由潜水、水肺潜水这些执照、哦，昨天考过了。哦，真的吗？对呀、啊，哇塞，潜水执照，所以你也康奎嘛是有剩潜水教练的对啊？一啊、哦？没有没有，是纯粹说在我近海的这个过程中可以更安全一点、哦、然后我想要下得更深，捡更深的垃圾。嗯，那安全一定要顾好，所以就乖乖的去上课。嗯哼，好险有考过这个深度。嗯嗯。还有仙女也是荒野保护协会宜兰分会推广台湾口语推广教育讲师的总招，以及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解说学员，还有个人觉得呢，这位林逸婷老师他资历最久最值得说出来的就是他已经拒绝使用免洗餐具13年。嗯，你年纪看起来也不大，你拒绝使用免洗餐具的减速活动已经13年的历史、嗯、哦，所以像那今天的邀请林老师来这部中，原因就是在这人少年，不过他做的事情实在是真不少年啊。而且刚刚讲了很重要的关键字，你为了要捡垃圾能够潜到更深的海里捡垃圾，所以你必须去考潜水执照。嗯，那就从这个简单的切入点好了，你为什么要潜到更深的海里捡垃圾？因为觉得垃圾捡不完。嗯哼，可是它就在那么深的海里、嗯、我们也都看不见，也不可能影响到我们吧，我们就不知道它有什么好矮也有好去跟它计较的，你为什么要偏偏要潜到那么深去捡垃圾？因为我觉得对的事情就要去试着做看看、嗯、
在能力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嗯，对，我最近考的是自由潜水，其实我在自由潜水之前考的是水肺，是背气瓶，可是我很穷，我没有办法花那么多钱一直去租气瓶捡垃圾、嗯、后来才改，就是那我自由潜水好了、嗯、就一口气下去捡。嗯哼，对，那这样子做这件事情、嗯、那个动机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吗？曾经哦，你是大明是说开始想要保护海洋这部分吗？ 对， 對，嗯，最大的转捩点是在大三。大三我在高雄读书，是港都嘛，其实我在大学之前对大自然是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在大三的时候，我们系上一定要修美国文学，读了白鲸记啊，老人与海，我开始在想那台湾的海洋文学是什么，我就去了兰屿，然后去上廖宏基老师的课。那从哦，兰屿好漂亮，嗯，我在兰屿潜水的时候，虽然第一次看到像那么像电视上 Discovery 那样那么漂亮的海底地形海底环境，然后可是我也看到了让我觉得哦，有很大思想上转变的一个点，就是我看到海里面有一个白色的流，很梦幻、嗯、不知道是什么。那一直到很靠近慢慢飘过去游过去的时候，看到说那个底部啊有缠着东西，就是它底部是固定的。那在定睛一看，用力看，然后头试着再偷偷往下去看一点，发现说好像是有一只海龟，可能是鹰带妹，因为它的嘴巴比较尖，嗯，小只的，没有很大只的鹰带妹，但它四肢啊是被啃食的，那很明显就是被所谓的幽灵渔网给罩住、哦、嗯，我就觉得啊好难过。那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想说那我能做什么、嗯、那我平常在高雄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乱跑，都是去一个弥陀的南寮去那边看海，然后在那之前哦，我看到海上的垃圾其实不会有太大的感觉，可是那一次之后又刚好碰到台风之后，我回到弥陀看到沙滩上哇大量的免洗筷然后汤匙，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我不要再用那些东西了。嗯，大概就是从那边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在做练习用环保筷。嗯，完蛋，我这样讲一讲大家知道我几岁了，无所谓好不好，仙女仙女是冻龄的一种生物好不好，谢谢看起来那么年轻管她几岁谢谢。所以开始就不再用这些东西、嗯、你会觉得一个人的力量，然后从那时候就这样开始到现在，你有没有其实也蛮常觉得无力感，应该是有的、哦、会啊一定会有、嗯、就是要靠时间慢慢去调试，慢慢去、嗯、去就是去调试。像一开始我带环保筷一定会也会忘记带嘛、嗯、那一般人可能会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啊那我偷用一下免洗筷下次小心，可是我就那我就不要吃、嗯哼嗯、或者是我当下再去小北百货再买一组哦，对，小北百还指出这个店名对，因为南部很流行。那如果我的环保筷掉在外面、嗯、那我会处罚自己，那你一个礼拜都不要吃外食，就想办法在家吃。那如果真的很饿怎么办？就忍啊，我们人很厉害的、嗯、一天不吃饭也不会怎么样我会哭，不会啦，想说为什么家里有东西吃哦。我觉得这个想要贯彻不要使用免洗餐具的这样子的行动、嗯、是除了自己做得到之外、嗯、有时候都是身边的人也会一起，家人朋友都一起受影响，那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多聊，然后去理解那些有可能遇到的问题，然后只要把它想通了，大家还是继续支持，否则我觉得很容易遇到问题，就是你的家人就不支持你，然后一起出去吃饭就一定你要与人为乐、嗯、然后要和平共处，你就不能太机车嘛、啊啊、所以我不能太机车。刚刚那是我自己个人、嗯、那如果是跟家人或跟朋友的话，我们可能如果真的没有带我们，我会 我自己随身的夹本给给西啊、嗯、哦够攒哎，里面会有三双筷子，两根叉子，就是吃水果那种长的那一种，嗯、还有藤西亚马能哎，阿狗不锈钢吸管，嗯，我都这样带着。其实它很小一包，还好观众看不到小小。现在仙女马上要拿出来秀给我看，哦，对，改良的，嗯、以前很大包。哇，红虾啦，我听说仙女哦，你带的这种环保餐筷，你不只带自己一份，你通常都还多带几份，就习惯、啊、给旁边的人。对啊，然后如果。嗯，我们选择的店家也都是尽量以他自己就有碗筷，
的店家为主。那其实你用心，你因为在意这个议题，你慢慢就会去过滤，诶，哪些店家他的餐具是环保的，哪些店家你可能还要自己带。嗯哼，对啊，就是慢慢慢慢做功课累积起来，没有那么悲情啦。嗯，那去吃个三明治还是 Seven 吃茶叶蛋还是很方便啊，你就自己带一个小小的碗啊，或是可以装的东西，重复用的东西装个茶叶蛋也是可以。嗯嗯，我知道，我自己也是慢慢在练习，就是我们有那个观念想要环保，有这个观念很容易，嗯，然后就觉得哦对啦，这件事情应该是对的，可是你真的落实自己去做，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麻烦，遇到要饿着肚子哈，没有带自己的碗就不能买回去吃哦，就会很纠结。嗯，可是想通了一件事情，就是人就是因为自己太想要自己的便利，所以大自然就被你牺牲掉。对啊对啊。那在你特别是针对净滩海洋的这一块来讲的话，是你就这么十几年来一直专注做的事情吗？大学毕业之后吧，因为大学期间要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多，有限，就是个人的习惯的调整。那真的有在做比较非个人，就是比较大型的活动，就是在大学之后。嗯哼，对啊。而且在荒野协会来讲的话，他能够做这件事情，你算是也有一些专业的伙伴一起投入。然后还有加上今年的净滩活动，每年荒野都会举办，对不对？那今年已经第几届了？哇，很多届了，很多届。哦，我看了资料，荒野是2008年的地球日那一天开始。清净海岸就是净滩的活动，所以这样算起来快十年了。对，有十年。然后累积很多资料，真的。那今年的荒野即将举办的净滩活动也是蛮大规模的，日期是在9月23号，九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六。那这个活动我们先比较初步认识一下好了。它的因为我会今天邀请林怡婷老师来到节目现场，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为了办这个净滩活动，你们还先办解说课，就是培训课程，培训课程，对，种子的培训课程。大家别想说哦，我都也很环保，我 要对你去海边要捡垃圾啊，我哪有闲我就去，没有，那是有一些要事先了解的事情。等于是你要参与净滩，你也有一些功课要先做。所以那一次的这个净滩活动的讲座，就是林老师也已经仙女已经先开过那样的课程。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有那样的课，然后那个内容是什么？那样的课非常重要，主要是因为我们人出去一定很多嘛，可能百来个都有，甚至更多，所以一定会分小组。那就每一个小组就一定要有一个组长，一个种子志工负责去解说说，那我们这个净滩要怎么操作。那我们的净滩它我们荒野用的净滩其实就是黑潮引入台湾的 ICC 国际净滩行动，在美国创立的，已经20-30年了。它有一个表格，我今天有把它带来，我手上，不好意思，听众朋友也是看不到。我们手上有一个表格啊，它我们在上课，我们在进滩前一定会先上课。我们会透过手板的方式，然后先以一些比较震撼的海洋动物受到塑胶制品而导致身体生命危害的手卡，一张一些图片，然后导入这个海废的议题，像这个是水鸟啊，海豹被鱼线缠住，乌龟它的身体都变形了，然后就让那个民众知道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那当然也会带一些破冰的小游戏。那净滩的时候也要教，也就是要跟那个分配好工作。其实我们分配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人要负责记录，这个记录表其实很有点复杂啦。不过我们会先上课，然后再分两组，是塑胶袋的，拿麻布袋的，一个是负责拿可回收，一个负责不可回收。那剩下的小组员就通通都是捡垃圾。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以回收的我们就回收。回收不是乱做的，不是所有的保特瓶你捡了就都能回收。如果像是那种太脏的、太破烂的，那个根本没有回收价值，我们可能就还是要把它用不可回收的袋子做处理。那如果清到大型的或是特别的垃圾，也要联络当地的那个清洁队来做。那我们在讲这个 ICC 表格是很重要，是它为我们世界
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数据，嗯，来告诉政府说我们的沙滩上有怎样的垃圾。那 ICC 这个表格很厉害，是在国际上啊，我们回想一件事情哦，以前我们那个半打的饮料是什么包装，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半打的饮料，对啊，就顾静静诶，半打哦。一大的一半，半大，嗯，半大，一手，一手就是有个六个圈圈，对啊，那哦，你说塑胶类的东西、哦，很久很久以前是六个圈圈的，哦、有无？对，丢丢丢，就顾一捡哎，嗯，那个东西造成了大量海洋生物的死亡，嗯、然后可是没有证据。那 ICC 有统在很多年前都统计过这个东西之后，后来哦，促使一些法案的调整。限制不准再用这个六连环的东西、嗯、所以现在你去各大卖场看不会再看到六连环、哦、所以是 ICC 做的其中之一，原来这有影响力的，有啊。那在台湾我们做的就是宝丽龙，宝丽龙像很多手摇杯它会有很多宝丽龙，对不对、嗯、那在台湾就是也是透过这个 ICC 每年这样累积庞大的 data、嗯、然后才跟政府游说，才去制定那个法令的推哦、促进说不会不尽量就不要再用这个东西、嗯、所以我们做这个记录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很有趣也不是很有趣啊，很悲情的一点是每一年最多最多的量第一名就是烟蒂混塞，对，那后面的呢全部都是一次性的食物容器、哦、对，哎、嗯，混塞嘛是海滩诶这个上大量的垃圾哈、嗯嗯嗯，啊，不过混塞敢袂分解，不行，它其实是塑胶，它的滤嘴最基础的那个成分其实还是一种塑胶，它永远没有办法分解、oh. 那我们常讲说塑胶会分解其实也不是真的解决问题。我们一般很比较薄的塑胶它分解塑胶袋好了可能几十年它可以碎裂、mm-hmm. 那硬一点的塑胶比如说宝特瓶它要到460年才能碎裂、嗯、这个碎裂并不代表说它就哦就 gone 就不见了永远不在，不，它只是碎裂成非常非常纳米微纳米等级的小小小 nerdle 小小的那个塑胶微粒、嗯、那这个东西它在海洋里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是海洋是一个生态系，它最底层的是浮游生物。前几年有一个比例有一个科学数据提供出来说我们现在海洋里面的浮游生物跟塑胶微粒的比例哦，里面又看买不、啊、海洋生物加、浮游生物加塑胶微粒，这个能够画做一个比例啊？对，这可以。我们就是将河口会分河口，然后出海口等等的，然后用那个当然是传出去啦，然后在海洋用拖网啊采集海水。然后做的数据分析是绝对经得起考验的。嗯，但这个数据很难猜，你告诉我答案，快点公布答案。好啦，1:6啊，一是浮游生物，6、哦、是塑胶微粒，而且这样的数据一定还在飙升。哇，对，那最后经过生物累积，这样最后倒霉的一定还是人类。对啊，嗯，浮游生物被谁吃了？就被海底的生物吃了，然后我们又吃了海底的生物，嗯、然后回到人类的身上，嗯、人类继续制造垃圾，嗯、对。就是自食恶果。对啊对啊、嗯、所以我们要既然都要去捡垃圾要去净滩了，想要发挥最大最大的效益，就是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捡、嗯、然后好好的记录看可以会有什么重大的突破可以去做的。嗯，透过净滩然后这样子的解说的时候，先知道我们到底制造的垃圾造成了什么后果，然后垃圾是怎么分类，然后他们各自的那个后半人生在、嗯、在这个土地上的岁月是会走过哪些路程、嗯、啊，都认识了之后，我觉得回过头来就会知道说，那我们从源头就应该，对呀、啊、对呀、啊、对，就是这个。好，我知道了、嗯、我知道，老师你解说的好好哦。难怪你的课都爆满，那么受欢迎。没有没有，谢谢。其实今天邀请林一婷老师来，那么知道他是潜水员，那我就想说，哇，喜欢海洋喜欢潜水应该就是个性很浪漫啊，很喜欢海啊，喜欢动物啊，所以我就挑了陈升。我超爱陈升的啦。啊，在哪在哪弄嘛呢，50米深蓝这首歌，他也是个很爱潜水的很爱海洋的人。可是我突然间觉得升哥的浪漫跟仙女是很不一样的，
笙哥潜入那么深的海里，五十米深蓝，可能他想着他的创作，我不是他了，我不知道什么，但应该是很浪漫的。可是仙女潜下深海是为了捡垃圾。待会儿回来继续聊。你正在收听的是《靡靡之音》，礼拜天早上十点到十二点，在 FM107.3 进行的节目，我是大靡。今天节目来宾是荒野保护协会的教育解说讲师，她是仙女来着，林逸婷老师。那么也是又遇到一个陈升的超级粉丝啦，粉丝来着，怎么那么多这种有才华很有智慧的美女，就是那么迷陈升。陈升这大叔的魅力真的是很难去说清楚，他又长得不帅是吧？请问这位粉丝，您对陈升的外表，你喜欢的绝对不是他外表对不对？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好，那以他这一首歌《五十米深蓝》来讲好了，当你也潜进深海的时候，在你这些年下来，你最近的心情好了，是要什么样的心情？心疼吧，心疼。那跟一开始的潜水还有到一直到最近，心情有过变化吗？一直都是心疼。也有感动啦，就觉得哇，真的很爱大海，觉得它是我可以一辈子的一个志业，就是我就是要保护它。然后它当我的志业，并不是说它可以让我赚钱，让我衣食无虞，而是说我在自己另外一方面专业，然后提供自己生活之后呢，我好像随时都可以回到大海里面。我开心我难过的时候，我就是永远有一个大海在那边等我，在那边陪伴着我，对吧？所以就是很重要。听起来是孤单的啊。不会啊，好多好多生物在里面。然后一批一批的鱼长大就很开心。你有碰到老朋友的意思是不是？有啊。就你们长大了，好久不见。最好是啦。真的，你认得啊？真的真的。对，因为像在我宜兰潜的地方，一定固定某个月份是宝宝刚出生。我们鱼大部分的卵都是产在珊瑚区嘛。然后所以某一个月份小鱼孵出来了，然后隔几个月长大了。对啊，来不及取名字，飘走了。太多了，通通都叫鱼吧。我刚刚跟仙女聊一下，原来仙女就是在地宜兰小孩。然后现在能够有一份正职工作，就是语言教学的这个部分是您的专长。那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就是我们有时候对于环境这种议题，它因为对大部分的人来讲没有那么迫切的被威胁或什么，所以就觉得啊，那是有心有余力再去做好了。所以通常都一定要先顾好生活里面最大的生活的重心，照顾好之后，如果还有一些观念一些心力，那就去做。可是对于仙女，你自己对于这十几年来你也减速生活这种拒绝再去使用伤害海洋的这种东西，这样贯彻下来，你觉得自己要怎么去拿捏？我要爱护环境，可是我也要照顾我的生活啊。你像你投入荒野保护协会这些环保工作投入的心力那么多，那你还是得顾虑到自己谋生的这一块生活。你那个拿捏你取舍的有没有一些判断的方式？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是完全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对吧，我很感谢老天爷给我这个工作，让我有很多时间做调，就是时间是比较自由的，因为都是算是 freelancer， 比较自由工作的感觉。那薪水也都还 OK。 我有很多时间可以自己做调配。那减速的部分是我觉得它帮助我很大一个，是我可以很确定的知道我要什么，而不是电视说什么朋友说什么我就一窝蜂的跟着去买。我开始在反思说，对我而言什么是真的我需要的，我需要花钱去买的。我们工作赚钱其实都是在用时间去换东西，换你的欲望。那透过减塑，因为我就首先第一个
太伤害环境的东西我就不要，我就发现说我的物欲越来越简单，吃也吃得越来越简单，然后我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去做我真正认为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环境教育，就是 Q 本所。嗯哼 ，Q 本所。那在做环境教育，像是上一次的这种净滩活动的时候，它出现的年龄层有没有什么？这些年来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年龄层一直都是老中青通吃嘞、欸。哇，大家都蛮有观念的嘛。对啊，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哦，并不是哎、欸。那老中青的意思是？在地的人还是说外来的人哦，都有。我们那天开的课程呢其实是一个亲子团他们想要办的净滩活动，那由他们就是有爸爸妈妈也有小朋友一起来上课，那他们来上这课就是将来要当负责带头说啊里面冲啥冲啥的那一个人这样、对啊。那在沟通的时候会遇到有比较对于环境的这种环保观念比较初级的人的时候的那种沟通的困难吗？会不会沟通的困难难免。那净滩活动我目前带下来倒是没有什么小小的冲突过，可是出去做教育演讲的时候确实会有发生过。例如什么？例如说那我们演讲完会有 QA 的时间，他就问你说如果有蜜蜂出现在我家啊，我是把它杀掉还是叫什么，就是他的意思说我是要把动物杀那个昆虫杀掉还是怎样，昆虫很危险啊，他就是很明显就是说给你导弹说要你选一条路啦，人命重要还是动物重要这样。那像这部分其实我的处理方式是那我就让他讲、因为那个 QA 时间就是这个民众他想要发表他的一些想法，那这时候你跟他硬要跟他争说一定要干嘛其实没有用。那我们就是扮演请听，然后他有提什么问题我可能就适时的回应他，比如说你可以打电话请谁谁谁来处理啊等等等，然后其实我们一边在一问一答，旁边的听众大概都知道他是来闹的。对，讲的那么小声，他是来闹，这个来乱的啦。对 啊其实就是当太阳的角色，就不用跟他起冲突，就是微笑处理，然后大家都是明眼人，不要跟人家吵架，吵架真的不好。对啊，也听得出来也是都吵过来的人啦、哦、你说你吵很多、啊、拍桌子不准盖塑化膏这样。对啊，你也是刚刚节目一开始你就讲过一开始自己比较激进，比较激动的那些牌的对吧，到变得比较温柔，比较符合深入的气质对吧。对，还是说有一些深入也是比较激动。现在不在那个比较激进的那一段时期自己有受过什么伤吗？受过伤哦、就是一直觉得很生气啊。生气就对身体不好啊。啊，是哦。所以身体也确实有考验过。没有到那么不好啦。但是后来就是很幸运有一个去参加培训的机会，才慢慢思想上有改变，说我们做环境不一定要那么悲情啊。对吧，你可以选择当比较温暖的角色。对吧，那我觉得当温暖的角色这么多年觉得比较舒服。比较舒服了。对啊，应该要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位置。要谢谢大海。海真的教我很多。这样才能走得久哦。那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源头还是在人类自己使用的习惯上去改变。那我不太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去推广这种你要很敏感的手上拿到一个东西你要去消费一个东西就要很敏感的知道说这个东西对环境有伤害。你觉得要培养这样子的觉察的能力是容易的吗？有什么技巧吗？技巧如果要分享的话，我会希望我们大家都回想看看海洋对你的跟你之间的关系。常常我们讲说台湾是海洋国家，可是从古代可能因为海禁的政策我们一直在丑化海洋，觉得那边有鬼或者是倭寇水高，对对对，都把它丑化，然后甚至还有零头姐之类的，那这样大海真的很可惜。那所以我们从包括我自己本人啦，我早几年在潜水，我爸爸一定是强烈的反对，就像七月又要到了，他会担心。但我们冷静下来去思考说其实不是。
海，你真的去了解它，知道潮汐，知道观察，其实它是很安全的，就是不要勉强。那我们如果闭上眼睛，大家想看看，哦，你有没有过在海边看日出，然后那个海拍打着沙，刷刷刷，很舒服的感觉，海边的夕阳，甚至在满月的时候，月光照在宁静的大海上，那个画面是很美丽的，很舒服。所以海真的很棒，而且海是所有生命的起源。我们的海是大概200亿年前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地球都很热，突然下了持续好多好多年的雨，应该也下了百万年的雨，地球才冷却下来。但是那时候的海是酸的，没有生命，慢慢慢慢有藻类，有空气，然后海才孕育了这么多那么多生命。海真的很重要，所以首先我们先知道海很重要，再想看现在塑胶对海的伤害有多么的危险。那慢慢如果有机会去接触这些议题，我常常在讲说，哦，这句是英文哦，我常常在讲说，from knowing comes caring, from caring comes changing。 我们人一定是先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你才会去care。 就像我以前我不 care 沙滩上的垃圾，那从 care 之后，我们就会想说，那我可以做改变。你一定要先知道，再有关心，有关心之后，你就会想要去改变。对啊，所以我就要看人生，每个人他自己接触到议题的机会，还有他自己愿不愿意去了解。我觉得了解，首先第一个要知道，要了解的是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再慢慢的去发展，看看自己可以能力范围之内可以慢慢的做，当然是希望大家越做越多。对啊。然后对了，我要提醒一件事情，我们中国，我们台湾人，我们国语啦，有句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对，可是大家想看看，你一日之计在于晨，你经过早餐店，好可怕，我想到我头都发麻，头皮发麻。塑胶袋里面装免洗餐具，然后免洗杯上面免洗杯盖在一个塑胶吸管，在塑胶袋，天哪，你这样一年365天吃，而且只算早餐，那对地球是多大多大多大的负荷，对大海是多大的负荷。因为所有的垃圾精益或非精益下，最后都将冲向大海。我们都把怎么，我们在台湾常常都把不要的东西往海边堆，什么垃圾场啊、焚化炉啊，甚至是核电厂也都是在海边。我们真的亏欠大海太多。那我觉得很可惜，是我今天来的路上骑机车，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自己很幸运，是我幼年的阶段接触到的海岸线，好像九月多我们办的净滩在无尾港，那时候是干净的。可是我现在去哦，都是垃圾。我就很仔细的想，现在全台湾有哪一个海岸线绵延1公里就好是没有垃圾的？我的答案是没有。这个塑胶的问题真的太严重了。我们用个10分钟，可是它要碎裂成小东东的时间真的是很不聪明。对啊，真的奉劝大家尽量减少。我们亏欠海洋太多了。仙女说的这句话我们应该放在心上。那么尤其提到早餐，每天的买早餐，这种什么什么爷啊，什么什么儿美啊，这些的，我们吃早餐确实很少去警觉到，天哪，我一天到底制造了多少塑胶垃圾。那我自己慢慢最近几年哦，会实现一件事情去实际的做，就我带着盒子啊，环保盒这些，我发现其实店家是很乐意也很尊重你的。因为有时候我相信有些人想做，可是他觉得说，哎呀，不要给人家麻烦啦，人家他都有现成的 size， 那个还得倒拎的蒸了，还不要都是黑的下来量，啊，你提你家的不要，人都唔知道要哪蒸啊，可能你是在咧提一箱。其实咧，即马大家哦，拢是那仙女讲诶，咱心肝头弄一粒太阳。你若看到人伫咧做环保，其实你是真个支持诶，你是会想要个倒三工诶，所以大家不妨也是开始试试看哦，就是身上随时带着那种比较轻便型的这种环保餐筷。盒子，小盒子，啊，那是想要减肥的，给你炸阿爸，嘿，嘿嘞，好过进货哦，你阿爸就炸较细个，好，卖炸大个，那你都无机会买超量，不会吃到太多。我们今天能够请仙女跟我们分享这些，觉得很感动。不过呢，待会还有最后一段，我们再好好把握机会，先听这首《灰熊路》嗯，五月光。看来看
我们今天靡靡之音第二个小时节目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林逸婷林老师，他是荒野保护协会的推广讲师，也是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鲸豚解说员，绰号仙女，仙女下凡来解答。我们今天聊关于净滩这个活动。净滩，我感觉台语是没这个词啦，净滩哦，海滩，刚有他就捡粪扫啊！啊好 ，OK， 海边要捡粪扫，好啊，就是阿伯阿，就是咱今仔日咧讲海边要捡粪扫。啊，伫海边要捡粪扫是一个环保的行动，无唔对。啊，伫咧荒野保护协会哦，因每一年举办一个足大型的这种大家做回来海边要捡粪扫的活动。啊，主要就是哦，提早先上一个课，那拄只仙女讲的，和大家知影讲，这是安那要捡这粪扫啊，对海洋的这生物造成偌大的威胁，所以哦，咱来为家己本身做起。我感觉讲去捡粪扫已经是一个果，已经是一个结果了，你就非捡不可，因为垃圾都存在。可是如果回到那个源头那个因，我们就先不要制造垃圾。对，无这做啊，都袂有迄个粪扫的发生。不过既然咱讲伫海边啊捡粪扫。这个已经人类造成这个后果，我们要去收拾啊，也是收拾的时候有收拾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这就要请林老师来请仙女给我们提醒，就是说我们未必是透过参加了荒野的行动去参加净滩，很可能我们自己平常去海边也都可以举手之劳，做净滩在海边把这些粪扫捡捡，不要去伤害到我们的海洋。所以说我们如果一般靠自己有想要做就去捡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吗？没有错、其实不一定要把它搞得那么复杂，捡垃圾比如说你住海边或是没有住海边，想捡时间可以的时候就去捡，只是我个人会觉得安全最重要。那首先第一个问题会是潮汐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要去净滩的话最好的时间就是在退潮的时候。好，那这个时间怎么看呢？我们中央气象局都有一个渔业气象，在那个他们的网站左边那一栏会有渔业气象，那你就去把它点出来看看它的潮汐表，然后它会有分很多啊，苏澳啊，然后头城啊，你点你比较靠近哪里，大概看满潮到退潮之间那个时候，就是准备退潮那个，我觉得是比较理想的。因为你选涨潮的时间哦，如果像西部那个潮差很大，突然水就涨很高，那很危险。然后涨潮有涨潮的好，退潮有退潮的好，退潮安全。可是涨潮的时候会让卡在很深处很细缝的垃圾浮现、对，会看到更多垃圾。对啊，首先安全，再来是准备夹子跟手套是最好的。我自己有时候没有带夹子，的确是用手剪，可是就是真的要小心，对，难免容易受伤。然后如果是大太阳的话，你可能你遮阳帽啊、长袖长裤准备好啊，尽量不要当拖鞋。虽然我有时候也是穿拖鞋就去剪了，安全第一啦，该有的那个防护措施要做好，不要中暑，像现在那么热，那你挑的时间也要注意。像我们办这种大型的净滩啊，时间很不得已的都要办在可能八点或是下午，那个很热。那如果个人捡的话，时间比较弹性啊，你就可以挑一大早五点。像如果去兰屿的话，我都是五点起来捡垃圾，办完六点就也是捡垃圾，在海里捡。我上个礼拜捡了轮胎。对，安全很重要了，大概是这样。那大型的话，就是跟着那个志工走。先上课了解一下，对吧、大型的你是说像轮胎这很大的垃圾、其实也不是一般人如果去刚好去海边走走然后想要顺手捡垃圾的话，像那么大型是不容易，量力而为。对啊，其实量力而为啦。那捡到之后的这些垃圾的处理，对于想要顺手捡垃圾的人来讲，会不会也是蛮多挑战的？对，捡上来的处理是真的头很痛，因为你有时候越捡越起劲啊，越来越多，然后又没有带东西装，就可能只能堆在海边，然后再被风吹走，那真的是捡心酸的。所以啊，容器也要准备，真的。如果你没有麻布袋，那就只好用塑胶袋，或者我下。现在出门我的背包里面都会摆袋子，就是装垃圾。那装起来之量力而为，你不要捡了然后又没办法处理，
如果可以的话，小小一包没关系，那带回家剪。真的很大包的话，你可能要看附近的镇公所、乡公所在哪里，或者是先准备好清洁队的电话。那一般来讲啊，大家知道你在捡垃圾，其实都很乐意帮助你。有一次哦，我去那个查拉偶，查拉偶啊，南方澳哎，对嘞，我下去捡，捡上来啊，跟我的朋友捡了两大袋，嗯，然后我们就是在哎呀捡那么多怎么办，很不想处理。结果哦，有一个先生。他骑摩托车，他看到我们捡垃圾，他说：“我可以帮你丢吗？”啊，我说：“哇，真的吗？你是在地人吗？”他说：“我不是在地人，我住圆山。”嗯哼，我听了就好感动，因为我跟他完全不认识，可是就是一个圆山来的大男生，看到我们在捡垃圾，就主动帮我们处理垃圾，嗯，说他可以拿去帮我们丢掉，这样，嗯，我觉得很棒。我家己哦，本身的感觉是安尼哈。咱伫咧看人伫海边啊，安尼戆戆啊，伫遐捡粪扫的时阵，我们当成一个在看到这件事情、看到这个画面的人，可能会想说：天啊，太阳那么热，你真的很傻，你怎么可能？你一个人力量，你能够捡多少？你以为你真能够就能够救地球吗？如果我们这边说风凉话，真的很容易。那或许对于这像仙女这样很多很多人爱护环境的在捡的人，他们不以为意，或许你们还是继续做你们觉得对的事情就去做，嗯，那种挫折，如果说会有一点点挫折的话也难免，因为总觉得不下来一起捡，这边讲风凉话有什么用。可是我觉得即使是讲风凉话，我觉得心里因为看到就眼里看到你们在捡的这个画面，那种感觉人应该很本能的会想，那我至少不要当制造垃圾的人吧，嗯，为什么白白要洗人啊，人都这样愿意这样子无私的付出去捡垃圾，他没有为自己的利益，没有为了要赚钱，都不是啊。可是那我们自己又何必当成一个在制造这个地球麻烦的人，嗯，可能看到越来越多人要参与这个净滩活动，或者是随手捡这种对环境有负担的垃圾，随手捡垃圾，可能如果越多人做，对于在一般没在做的人看在眼里，我想是有一些心理的冲击的。真的，嗯，有时候我在豆腐夹近海的时候啊，像夏天常常就会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划船或是救生员的训练，我一个人就很孤单在那边捡粪扫，我就会想象说，哇，如果现在现场就将近有100-200人一起跟我捡，那真的可以捡很多，可以省下很多仙女的时间，嗯，对吧？如果可以有越多人愿意做这件事情，对我们地球绝对是好的。嗯，对啊，你有感觉到参与的人有增加的感觉吗？有啦，有慢慢增加。嗯，那对宜兰人参与的热情，你感受呢？啊，当然也是有增加啊，开玩笑。忽然跟你祖先在为豆腐造菜，当然也是有增加，也是有啊，真的，哦。对啊，所以你现在的心力在教育宣导这方面，主要心力都投注在宜兰比较多了。早期在台北啦，那，现在就是在宜兰，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嘛。嗯，对啊。可是你都还是自己一个人去潜水吗？以前有个潜伴啦，哦，有个他健在，他没有怎么样，不要误会哦。啊，小蛋呢？七月份啊，要是要要去潜水的对啊，嘛是哎呀。哦，好啦，爸爸卖欢乐啦吼。威廉讲七月份真正都顶妈要搞啊。不过说真的啦，七月份跟不七月份，你的潜水跟我上面差，就是没差。我们那个老一辈的是有智慧，他会禁止我们在七月做很多时间，其实很多是因为天气很热，天气很热的话蚊虫多，所以你晚上衣服不要挂外面，天气很热，水的表层热可是底层是凉的，你很容易抽筋，所以不要去海边，这都是五弯音耶，可是不要想说都是摩西娜。对啊，哦，就是要小心这个前辈这老大人的智慧，我们给听啦，不是说不爱听啦，啊，自己要注意安全就好啊，今天也非常感谢仙女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在海边要捡粪扫的这个很赞的活动，仙女谢谢你，谢谢也感谢大家收听秘密之音节目，本节目由火金菇、红卡村、土人狗、白白白以及水高龄独家赞助，秘密之音节目感谢萤火虫、白富羊鸡、彩玉、花嘴鸭以及红冠水鸡独家赞助，谢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天早上10点，我礼拜再起10点再会，拜拜，拜拜。